指甲钳到了，像家里老人的指甲都是特别的厚，而且很硬，用这个钳子真的很方便。甲沟里长肉刺的家人们，这款两件套的鹰嘴指甲钳赶紧安排上，尖尖的鹰嘴伸进指甲缝里，肉刺倒刺都能轻松处理干净。不锈钢材质，刀口锋利，老人的后指甲也能轻松的使用，防滑手柄用起来很舒服，关键是真便宜，赶紧点击下方购物车购买吧。就是这款我们直播间卖爆了的不锈钢鹰嘴指甲钳，今天厂家做活动，恭喜你找到了源头厂家。指甲钳一定要买这种鹰嘴的，因为它能更好的贴合指甲弧度，前段细长的尖嘴能轻松深入指甲缝隙，即使指甲长到肉里也能处理干净。整体不锈钢材质打造，刀口锋利，特别是老人的指甲很厚很硬，用这款指甲钳也能轻松修剪，配合防滑手柄以及杠杆原理，老人小孩轻松使用。其实好用的东西并不贵，只是你没找到对的地方。现在厂家直销，花几块钱就能买到鹰嘴钳，有活动的时候你不买，没活动的时候你嫌贵。今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老板发话不要利润，只要订单，买贵可以退，不喜欢可以退。现在下单还可以享受急速发货，视频同款就放在下方链接。人家德国人就是聪明，你看他们研究的指甲刀，鹰嘴的设计，细长的尖头可以剪得很深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脚指甲又硬又厚，还经常往肉里面长，用普通的指甲钳得先把指甲翘起来才能剪，想想都疼。用这个鹰嘴钳轻松深入甲沟部位，可以很方便地伸进指甲缝里，里面的倒刺也能拽出来。过年回家拿回来一个指甲钳，帮爸爸修一下又厚又硬的指甲，爸爸说走路不疼了。视频左下角小黄车里就有。